喂，你好，我是沈景阳，欢迎收看1600整点新闻。新闻首先来看到，今天是双十国庆，国庆烟火呢，暌违20年要重返高雄，晚间8点将有华丽的烟火秀，周边有哪些观赏的景点呢？连线给记者黄小琪。好，目前呢，我们就在高雄港。今天晚间的烟火呢，可以说是呢非常的精彩。在今天，因为呢暌违21年的这个国庆烟火强势的重返高雄，今天的烟火总共有长达30分钟，而且呢是绝无冷场，保证呢是让你大饱眼福。而且呢，总共分了4个段落。将近呢有20000发的烟火，而且这一次呢，是否还加码，包括了12跟16大口径的烟火弹呢？同样呢，要让大家呢欣赏到非常非常的过瘾。那么，其实，在今天的烟火呢，晚间是8点钟开始。如果你这一次呢没有抽到门票的，千万不要气馁哦，可以来告诉大家有一些观赏的一个地点，包括可以看到呢，像这一次的一个烟火呢，它面宽非常的广，将近有3公里，所以呢视野都非常好。你在每一个这个环状的一个周边都可以欣赏到，像是你可以到这个寿山啊，或是呢中山大学、打狗这个英国领事馆，或是西子湾的游客中心观景平台，同样可以观赏。如果你今天有到旗津去的，不妨呢你就可以下午留在那里来欣赏烟火了。另外呢，像在市区的部分，可以从85大楼，或是呢在展览馆这边一个水岸公园，这边的腹地也蛮大的，应该不会太挤。当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呢，因为呢会有相关的一个交管措施，也不希望呢大家都塞在路上，因此呢可以多加利用一些像是轻轨或是捷运的，你大概步行的时间呢会是在10多分钟左右哦。那么现在呢，其实在今天下午开始呢就已经进行了相关的一个交通管制。像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呢这一次的这个主要的一个烟火主舞台是在蓬莱路这里，但是呢如果民众没有办法，没有抽到票，你就没有办法进来。那么像在今天中午12点开始呢，周边在七贤路到五福路到海边路以及呢这个永平路的范围呢，其实在中午12点都已经进行了管制。而从今天下午3点钟开始，扩大到了建国路、河东还有呢七贤、成功这比较大范围的地方呢，你机车也都没有办法进来的，必须要徒步。所以呢在今天下午开始3点钟哦，都已经呢在周边道路非常的塞，非常的塞，很多人都想要卡位。因此呢在这个五福路要往西子湾的方向呢，在今天下午呢就有塞爆。我们把现场呢交给在这个五福路上的六璇。好，就可以看到呢，在下午西子湾周边呢，从这个五福路开始就进行了交通管制，从12点就开始了。而其中呢，在五福四路这一大段是主要干道呢是能够通行之外，所有的小道全部呢都被有远景在现场，甚至呢是摆放栅栏都禁止进入了，就连呢要前往里面住饭店的民众也都被挡在门口。看一下骚扰画面。是啊，他过年就又来看了。可以看到其实民众相当不满的是，明明就只差一段路了，没想到呢还只能在门口这边先下车，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让民众觉得呢是被找麻烦了。不过呢为了这个人潮车潮呢，可能到傍晚之后会越来越多，因此提前做管制的一个部分。但是呢也造成附近居民觉得说呢，这真的是车潮人潮多的吓人，是都塞成一团，交通也一度出现大乱的一个情况。不过呢有民众呢是有料想到这样的情况，提前1个小时出门，所以呢还是相当顺利的找到了停车位。那么以上是目前来自西子湾的一个详细情形，将时间镜头还给棚内。不过国庆连假呢有台风来搅局，气象局预计今天晚间就会对圆规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什么时候影响台湾最剧烈、最靠近台湾的时间点是什么呢？来听气象局的最新说明。17号台风狮子山，它目前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它未来对台湾并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但它整个外围的影响造成了其实在南台湾地区都有一些长浪发生的情形。而至于18号台风圆规，我们看到这一大片的云系，就是整个圆规的外围云系，它整体的中心在这个地方附近，而在这个地方其实它有很多的中心在这边互绕，代表它目前的结构来说还在重整，还在逐渐的增强。从云图上面我可以看到，北边比较厚实的云系跟南边比较厚实的云系都是强对流的地方。我们预估这个圆规台风未来还是会在持续增强，而且它结构还在重整当中，未来它持续向
西北的方向转西的方向，逐渐通过我们的巴士海峡。十一号的位置会来到吕宋岛东北边的近海，十二号的位置来到吕宋岛西北边的近海。在十一号到十二号，离台湾相对来说是最接近的时候。那由于在最接近的过程当中，气象局如果这样路径它维持不变的话，我们预估最快可能在今天晚上就会针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我们要提醒，目前现在看起来陆上台风警报的机会还没有全部排除，但是即便它未来是以海上台风警报来发布而已，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它所带来的强风、豪雨跟浪很大的情况。国庆连假出游，不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却发生了溺水的意外，有三名游客下海戏水，结果被浪卷走，其中有两人游上岸，而另一名17岁的少年却失踪了。警消在距离现场约500公尺的海面上是找到了人，不幸送医。而连线给记者徐慧珠。虽然年仅17岁的少年戏水被海浪卷走，消防队获报后出动了橡皮艇赶往现场搜救，在距离溺水点大约500公尺的海上寻获了这名少年，大伙紧急将他救上岸来。意外是发生在下午1点多，地点就在台南市安平区的渔光岛。当时有三名游客下海戏水，被海浪卷走，结果有两个人自行游上岸，而17岁的少年一度失踪。救难人员将他抢救上岸之后，发现他没有呼吸心跳，立刻实施 CPR 急救。救难人员紧急将少年送往医院抢救，不过在下午3点多已经宣告不治。主播还要来看到国道3号中午发生了连环车祸，在南下19公里处的隧道内有6辆车追撞，还有人一度受困车内。连线给记者何冠毅。而这波国道3号隧道内间中午是发生了6车的追撞事故，可以看画面上这个隧道里面是已经塞翻天。那么这个救护车还有工程车辆是到场支援。原来这个隧道里面是发生了严重的追撞事故，至少有6台车是撞成一团，甚至呢还有这个车辆被严重挤压，有人呢是受困在车上。那么事发在今天中午12点多，国道3号的福德隧道里面发生了多车的追撞事故，至少有7个人以上受伤。那么有些伤者呢有骨折的情况，已经紧急是送医救治。幸好这些伤者意识都很清醒，并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呢，由于是这个国庆连假，有很多人要出游返乡，这一撞也造成这个隧道里面大塞车。至于详细的车祸原因，还有待国道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厘清。以上是目前的情况。好，还要来看到双十国庆，总统蔡英文是以共识化分歧、团结守台湾为主题发表了国庆演说。另外在两岸的议题上，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9号说，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总统则是表示，确保主权是台湾不变的坚持。国庆演说，总统蔡英文先谢谢全民携手防疫，有800多位民众失去生命，他们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生命共同体的成员。在这里，也就是在演讲的一开始，我要向他们的家人致上最诚挚的慰问。感性开场，话锋一转，谈到两岸关系。9号，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台独是统一最大障碍，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蔡英文则是表态，两岸解决分歧必须透过平等对话。我们期待两岸关系和缓，我们不会冒进，但绝对不要认为台湾人民会在压力下屈服。我们会持续充实国防，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确保没有人能逼迫我们走向中国所设定的路径。因为中国所设定的路径里头，不会有台湾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不会有2300万人的主权。蔡英文同时提到，国家正处于72年来最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当我们越来越好，中国给我们的压力就越大。所以，我要提醒所有的国人同胞，我们没有松懈的本钱。我要重申，台湾愿意为区域的和平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我们善意不变，承诺不变，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也会全力阻止现状被片面改变。谈团结，蔡英文直接对台下在野党主席提出合作。我们必须彼此约定，永远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总统提四个坚持，希望借由国庆文告化解分歧，团结守台湾。 TVBS 新闻综合报道。今年的双十国庆，由陆军的 CH-47 运输直升机吊挂两幅半个篮球场大的国旗通过总统府的上空，而快速机的部分呢，则是以国造 IDF 打头阵冲场，其中地面的部队更是大放送，有许多平常看不到的武器装备全都出现，让总统府前仿佛成为一个大型军武的展示场。陆军 CH-4 拐吊挂巨幅国旗，比去年还要大，搭配国歌，场面庄严隆重，庆祝中华民国110年国庆。现场本来飘起小雨，原本还担心旋翼机无法顺利进场，但最后一刻天终于放晴，大批机队顺利飞过总统府前方，我国三型主力战机更以国造 IDF 打头阵，强调蔡政府的军武国造决心。不止天空飞的，地上走的更是精彩，平常看不到的都搬上台面，其中这台更是我军牺牲大神器。雷达右标于放猎部署时，可诱骗敌方反辐射飞弹偏离目标，有效提升战场存活率。右标雷达车相较于其他常见的装备来说，司仪确实不好说太多，毕竟这正是我军不对症战力之一，可让敌军打偏打歪的秘密武器。10年前没有，对，所以就觉得今年10年前错过，今天不要再错过。今天早上一大早，然后想要来观，就是机会难得，然后我想要为中华民国的国庆加油，也为国军的兄弟们加油。除此之外，三辆宪兵宾士敞篷车国庆首亮相，车头插国旗打头阵，放眼望去，总统府前宛如军武展示场。而在武器进场前，手拍枪面，动作整齐划一，抛枪熟练到就算不用眼睛看也能接。而这熟悉的旋律正是原住民歌曲《拍手歌》，以拍枪支取代拍手，难度更高，气势更震撼，展现三军一体的绝佳默契。 TVB 的新闻综合报道。对于台湾政党林立各有旗舰的现象，总统蔡英文呢，今天也特别在国庆演说中提到他的期许，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着手处理这些重要的议题，才能打下长治久安的基础，留下一个更好的国家给年轻人。然而过去这些公共议题的讨论，很容易因为政党的立场不同或是政治认同的分歧，让原本只是路径手段的不同被无限上纲成意识形态的争执。这些争执无助于国家的发展，只会让我们被迫内耗，原地打转。总统蔡英文在国庆大会上对于在场的在野党主席们喊话约定四个坚持，而柯文哲也在脸书上回应说，总统再度提和平对话，但是要改善两岸的关系，要互动双向，也不该只图个人党派私利，操弄意识形态，别在自己的同胞中制造敌人。而在今天的升旗典礼上，柯文哲则是被拍到不断闭目养神。双十国庆政坛大咖排排坐，柯主席啊，您是不是前一天没睡饱啊？自由、民主、开放。坐在舞台上闭目养神，若不是微风吹飘头发，还以为又在玩123木头人。因为看看前方的吴敦义也是不动如山，也没有跟朱立伦互动。而朱主席则是戴着满满国旗的口罩，就是不换国庆口罩，似乎是在间接抗议国庆上却少有中华民国国旗，就跟马英九一样是同款口罩出席蔡政府国庆。
英文致辞时满久紧盯讲稿，似乎在找哪边会有中华民国，因为在国民党升旗活动时他就这样骂。今年的国庆 logo 甚至于只剩下台湾国庆日，中华民国到哪里去了？您为什么这么讨厌中华民国呢？如果真是如此，你还要勉强自己干嘛？为什么不辞职下台呢？国民党按照惯例举办升旗典礼，朱立伦率领党务主管参加，谈话当中特别回应习近平提到的孙中山说统一是中国全体人民的希望。两岸交流要秉持尊重中山先生创建中华民国110年的事实，能够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强调要正视中华民国，同样也提到孙中山的，还有他。孙中山的信徒，救国！孙中山的信徒，救国！孙中山的信徒，救国！率领支持者在国父纪念馆前办升旗，还涂装了7辆辛亥列车，国父大头印在车上，张亚中要用游街方式来庆祝。10月10号这一天，各党各政治人物用自己方式庆双十。TVBS 新闻崔永植、郑胜伟、刘采薇台北报道。今年的国庆大典内容相当精彩，其中台湾英雄更是吸睛，由国民女婿罗毅君，还有国民女友罗嘉玲，以及护理师、警员、消防员来领唱国歌。而奥运还有帕运的选手英雄游行，全场沸腾，选手一出场，民众就欢呼。熟悉面孔出现在国庆大典，国民女婿罗毅君大唱国歌，一旁站的是国民女友罗嘉玲，旁边也全是台湾英雄。今年6月遭到确诊病患持刀砍伤的两位护理师施怡君、陈云成，以及2017年8月遭到拖板车追撞、缝了400多针的国道员警杨于成，还有消防代表刘奎佑组长、客家儿童合唱团都在领唱队伍里。六位英雄还留下合照，比赞又比耶，好心情藏不住。国庆礼赞节目则由60位原住民穿上传统族服，高唱手牵手，高音也难不倒，总统府前瞬间充满温馨气氛。这脚速眼睛都快跟不上，特技跆拳表演精彩回旋踢，木板应声破裂，现场民众忍不住惊呼：为台湾夺下奖牌！接着25到40岁的职业舞者带来令人惊呼的高难度地板动作，活力满满，舞团合体，高中生跳街舞，还有小小孩穿上体操服旋转劈腿，样样来，吸睛100%的还有这个。首先进场的是举重女神郭幸淳，听到大家的尖叫声，还有我们的鞍马王子李志凯，请大家持续欢呼鼓掌。新桥段英雄游行找来奥运代表团，还有帕运桌球铜牌田晓雯，一出场人气炸翻天，选手们开心挥挥手，经过台前时总统蔡英文也不断比赞，这些台湾英雄都是国庆的最大亮点。 TVBS 新闻台北综合报道。双十国庆这一天，疫情也传来好消息。疫情指挥中心停开记者会，因为今天本土加零，没有新增确诊，也没有死亡个案。但是境外移入新增了7例，其中6例是男性，1例是女性，年龄是介于10多岁到40多岁，分别是从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入境。这是我们收到最新消息，提供给您。还有来看到是嘉义市有一名33岁的男子，在9月10号施打了 AZ 疫苗之后，出现了头痛、胸闷等症状，送医治疗持续恶化，经过手术急救，在9号上午宣告不治，而检方将请法医解剖厘清死因。连线给记者徐慧竹。是嘉义市一名30几岁的男子，9月10号到诊所接种 AZ 疫苗，9天之后，也就是9月19号，出现了胸闷、头痛等症状，隔天没有好转，所以前往大医院去就医。结果在医院实施开战心导管，还有血栓清创手术之后，病患陷入昏迷，经过10几天来的抢救，
这名30几岁的男子在10月9号上午不幸过世。在他发生不良事件的时候呢，医院就有马上进行通报。那当时呢，卫生局接获消息，也有协助做预防注射的受害救济的申请。由于家属表示这名男子身体健康，没有特殊或慢性疾病，卫生局说医院已经通报疫苗不良事件，他们在接获消息之后也协助病患家属申请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将持续提供关怀与协助。主播吴贝券正式上路，领取纸本的人是超越了数位绑定，有不少人一拿到手呢就变现，也出现了收购的乱象。而法务部表示说，如果是以不法的手段来收购的话，会依法严办。而高雄是出现首起伪造吴贝券的案例，为了防止仿冒，吴贝券是比照国币有11种的防伪辨识。小姐，我们核对一下这新券哦。好，总共是5张，1、2、3、4、5。吴贝券上路，截至9号，已经有1062万人领取，其中纸本多达660万人，超越数位绑定。除了各项优惠吸引人之外，吴贝券如同现金，不少人一到手就变现。吴贝券开放领取之后，出现了不少的乱象，有人会用9折甚至更低的价格来收购。不过这样的行为已经违法，法务部表示，若有民众转售的话，将会依法严办。网络出现收购潮，全新未拆封发文者买家，也有人喊出4800元收购，量大的话可另议。如果无法整本卖，也能单张收购。500元面额的吴贝券用400元收，1000元面额900元收，有多少收多少。不会耶，因为有很多折扣，为什么要变现？最近比较少吧，之前3倍券的时候比较多。他们可能只是朋友之间，他想说你如果有的话，他要去买什么比较划算而已啦。吴贝券依法不得转售，若用不法手段收购，会有刑事责任。若伪造变造，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高雄有民众因吴贝券消费，成为首起犯罪案例。要辨别真伪，有以下重点：在光线下看，面额数字会从金色变绿色，梅花图案也有突出压纹，正反面额图案可以精准重叠。比照国币等级，有11种防伪辨识，不容易仿冒。店家收取时记得摸一摸、转一转，多个步骤，避免收到假的吴贝券。TVBS 新闻陈佑翔、简玉琪台北报道。还要来看到吴贝券在8号正式上路，而在彰化鹿港呢，有女子去超商领吴贝券，她要帮家人代领，总共要领6份，结果超商店员一时疏忽，多给她了1份，直到清点时才发现，是赶紧请员警协助，所幸隔天就找回了多给的吴贝券。彰化鹿港一名女子替一家6口代领6份吴贝券，结果店员一时疏忽，竟然多给了她1份。直到交接班清点时，才发现，咦，怎么少了1份呢？一般民众领取吴贝券会在现场先拆开，确认金额没有出错。到超商领取吴贝券，需要先到机台输入序号，接着再填写身份证后4码，以及取货序号，拿到小白单，再到柜台领取吴贝券。插卡，然后跑出小白单，小白单，然后就可以去领柜。对，就领柜，然后他就会到时候会登记。哦，还要写，就是他会写让你签收，然后你的真心券上面会有一个编号，然后他会跟你对一下你的身份证。而且在柜台跟店员领券时，也会再一次核对身份。不过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差错，才会发生多领1份的情况？可能是因为这位女子在吴贝券开放的第一天就去领取，而且一次就领6份，份数比较多。店员在比较忙碌的情况之下才会疏忽，所幸警方通知之后，女子隔天就去归还，也让超商的店员松了一口气。TVBS 新闻蔡松林、张匡云林采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